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984页，984页，第一行。我们学到四摄，这个转向教育故，必先以四摄摄受众生。四摄是布施、爱与力行同时。布施我们学过了，我们看第二个爱语。为菩萨随顺众生根性。这一句非常重要。观机知道众生根性。善言为喻，这一切众生要闻善言，众生喜欢听善言，因是生亲爱心，以福受道，得住真理，故名爱与是。爱不是甜言蜜语，说这些好听的话，不是真正爱护他。这个叫爱语。出自于真诚。他有善的地方可以赞叹。有过失的地方呢，要把它纠正。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沟通的工具。孔子教学把这个列为一个重要的科目。夫子教学四科，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可见的言语多么重要。那么佛对口业说四种：不妄语、不念识、不绮语、不恶语、不恶口。这四个合起来都叫爱语。我们用口这四种语来解释爱语非常恰当。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谁说真心话？人对于自己都不爱护，叫不自爱呀。不自爱如何能爱人？不爱人哪能的爱语？那么由此可知，四摄法了，在菩萨是四德了，四种德行戒引众生。这个摄受摄，现在讲戒引就好懂。把佛法介绍给众生。这个爱语是非常重要。能不能喜欢接受？
在碍于这一条。啊，让对方知道你是真正关心他，真正的爱护他，真正帮助他，成就他，他会生感恩的心，啊，愿意听你的教诲，啊，愿意接受。啊，特别是佛法，现前环境跟过去不一样，跟过去30年就不一样。30年前的人比今天的人厚道，啊，再30年前的更不一样，好家伙！啊，现在的社会，人存的心是怀疑，对什么人都怀疑。啊，这个怀疑是从科学里面学来的。啊，科学第一个就叫人怀疑。啊，这在中国传统里呢，绝对没有的。啊，中国传统都讲信，仁义礼智信。啊，信是一切德的基础，一切德的根本。信也是没有了，上面4个全都没有了。啊，所以信德是万德的根基。现在这个字没有了。啊，用怀疑来取而代之，这事情就麻烦了。对什么都怀疑，怎么样他才能相信？拿证据来才相信，没有证据人不相信啊。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啊，古人的圣教，现在人把它看作不适合时代。啊，这个时代天天在进步，学古人东西落伍了，这已经过时了，现在还用得上吗？啊，孝悌忠信过时了。这是普遍都相信的，我们把这些东西捡回来非常困难。那让别人接受啊，不是一桩容易事情，所以他不接受是正常现象。那他要接受，那我们只能说这个人善根深厚。啊，这是现代学习圣贤教诲，学习佛法比过去困难很多，难能可贵也。啊，所以今天听到佛法生欢喜心，这个人不容易啊。啊，少有啊，不是多，占多数。占少数，所以今天无论什么都要拿证据。于是我们学佛要把证据给人看，你学佛到底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利益？
啊，不但你能说出来，你已经做出来了，你已经真正得到了，这才是真的，啊，享受到了，啊，所以行比什么都重要，啊，第三呢，就是理行。啊，首先呢，讲自利。啊，我学佛真正得到受用。身心安稳呐。啊，这个以这个为例子就很容易啊。接受，虽然不是完全能接受，它是半信半疑，啊，但是好，啊，总能接受少分了，啊，慢慢还是要用身教，啊，做出来给他看，啊，单单用言教没有身教的话。别人赞叹也不是真的赞叹。啊，给你鼓掌，给你赞叹。过后就忘掉了，没放在心上呢。啊，一定要以行动。啊，果然落实《弟子规》。落实感应品，身心因果，不敢起恶念的，啊，不但不敢做伤害别人的事情，连那个恶的念头都不敢起，啊，这是身心因果的人，他做到了。啊，这一般普通的处事待人接物上的礼节养成习惯了，自然而然的，啊，这让人看起来果然不一样啊，啊，学礼，弟子规是礼的基础啊，礼是什么意思？学礼什么意思呢？李老师以前告诉我们，懂礼的人，走到任何地方啊，不至于叫人讨厌你，这目的就达到了。这话说得好，其他的不求啊，大庭广众之下，人与人往来，别人对我不讨厌。这我就目的到了，做人呢根就站稳了。啊，学谦卑。啊，谦卑。孔子如是，释迦也如是。啊，学得尊重别人。啊，特别在言谈之中，啊，懂得尊重对方，力行我们自己身口意所行的，决定是利益众生的，而不是自私自利的。啊，这个别人看到会尊敬你，啊，会喜欢你，你是真正做好事啊！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自私，啊，起心动念为别人想的人越来越少，啊，所以
四摄法是菩萨法啊，菩萨戒引众生的方法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为众生想，特别是为苦难众生想。今天众生普遍都在受苦受难，苦难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首先把这个搞清楚。啊，不善念头生的。那我们自己先把自己治好，自己起心动念绝对没有不善。啊，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换一句话说，我们不制造社会的麻烦，啊，不制造地球的灾难，我们动一个不善的念头，给地球带来灾难，啊，念念要真诚，要善良，啊，言语造作都要善。这是立心。最后一个是同事，同事是最困难。啊，菩萨以法言明见众生根性。这一句跟前面几句的讲法不一样啊！菩萨有法眼呢，有慧眼呢，啊，能见众生的根性呢。啊，这才有能力用同事摄，随其所要。分心示现，同其所作，使其各沾利益，因是生亲爱心，亦复受到得诸真理。啊，故名同时是。啊，这个是要真正的定力、慧力。没有真实的定慧，这个事不能做。啊，我在讲四摄法这一句，我多半是说，我们要跟佛同事，跟菩萨同事。啊，诸佛菩萨他跟一切众生同事，我们要跟众生同事，麻烦就大了。为什么呢？没有定力，没有智慧，就被他拖下水去了。啊，这个众生喜欢喝酒，能天天陪他喝酒吗？那个众生喜欢跳舞，这行吗？啊，今天交际应酬场面里头都是这些。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力量，能受得了吗？所以没有这个定功，没有这个智慧，我不到这个场合去。啊，你到我道场来，我们一同学道，一同研究经教，可以。你们那些场合我不能去。啊，可是菩萨不一样啊。菩萨其实这个摄受众生呢，哪里他得去啊？他真有本事。
啊，让你对他心服口服。啊，在小说里面说到济公，《济公传》，那是小说。啊，济公确有其人，《高僧传》里的有他的传记，不像小说上写的。啊，但是他确确实实能够跟人同死。啊，摄受众生。令造业的众生回头是岸，真有这个本事。抗战期间，中国又出了一个跟济公差不多的净山活佛啊，镇江净山寺妙善法师。啊，这个法师有神通，啊，他可以跟你同死，啊，他影响你，你没办法影响他，你起心动念，他都知道，啊，用同事摄受众生，效果是最大的。啊，这个叫真实定功智慧，还有神通。啊，没有不能骗人。啊，骗人事情吃穿了，则一文不值，没人相信你了。啊，所以这个四摄法是和四种。啊，不施碍于利行同事，要灵活运用。啊，运用之妙啊，存乎一心。啊，用得非常恰当。啊，能摄受人心。啊，这就是戒引大众啊，要懂得这些方法。啊，我们看注解，底下刮胡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四摄者不施爱语，利行同事，故欢乐慈孝亦与四摄异也。啊，这个欢乐慈孝里头都有四摄，每一个字里头都有四摄。啊，这是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啊，要懂得这个方法。笑面迎人，迎人呢都是布施，布施欢喜啊，像布袋和尚啊，寺院庵堂。佛教的道场山门当中啊，一定是见布袋和尚像啊，那就是呢布施欢喜啊，跟人见面呢总是微笑，总是带着欢喜相啊，古人提弥勒菩萨这个题词，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啊，弥勒菩萨远亲平等，对待任何人都欢欢喜喜。啊，中国大乘佛法用它来表法，啊，正是表佛在经上常说的，
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把它放在天王殿，天王殿是山门。下面第四段，改过所愿证得。啊，这里就分两小课。第一个，如教悔改。啊，经文所作如犯啊，这次悔过，去恶就善。朝闻修改啊，这真修行，每一天必须要做的功课啊。我们早晚这个早晚课是佛弟子不能少的啊，早课。目的是提醒自己，我这一天不能把佛陀的教诲忘记，我要依教奉行。啊，早课提醒，晚课是反省。啊，做晚课的时候，想想我这一天有哪些事情做对了，跟佛陀教诲相应；有哪些事情做错了，啊，做错了要忏悔，要改过。啊，真正忏悔改过是后不再造。啊，这些呢都是过去张家大师教我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上的忏悔，忏完了明天再干，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是欺骗佛菩萨。泥塑莫雕的佛菩萨，你都忍心去欺骗他，你能不欺骗人吗？啊，你会有成就吗？啊，所以我们想在这一生成就，这些教诲要非常重视，朝闻夕改啊！啊，这就是早晚课啊！早晚课的精神在此地，注解里头说：“所作如犯。”到习心意行，戒时劝，奉持经戒。啊，经是说理论，是说概念。啊，戒呢？有两种，一个是支持，一个是作持。比丘戒是支持，啊，告诉你哪些事情不能做，啊，不能做，包括不能去想，因为业通身口意，
啊，不能说，不能做，也不能去想。想是意义。啊，杀盗淫妄。啊，这是要禁止的。啊，这属于智持。坐持的是菩萨戒，菩萨戒是利益众生的，告诉你哪些事情应当要做。啊，那是利益众生的，利益众生的事情要做，损害众生的事情不能做。啊，菩萨戒当中，利益众生、损害自己的也要做。啊，所以奉持精戒，去恶就善。啊，标准，标准的标准，根本的标准呢，就是十善业道。十善不能小看它。啊，你要小看它，你对它完全不了解。啊，十善业。在小乘展开，三千为一。啊，他展开的时候，就是一十善，讲了三千条。啊，大乘更多，大乘菩萨八万四千细心，根就是十善。啊，成佛。就是十善的圆满。你看，十善最初教给你，到最后成佛是十善圆满，他的意思多深多广。啊，所以这些东西越学越欢喜。境界没有止境呢。啊，我们常常看到画的佛像，啊，画的佛像啊，圆光顶上常常有三个字，梵文写的，啊，也有用藏文写的，这三种文字都很普遍。啊，也有用中文写的，它的发音是嗡啊吽。啊，这三个字是什么呢？身口意，不就是善？身不杀，不盗，不淫；口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意。不贪不嗔不痴，啊，写在佛的光圈光环上面，那就是代表十善达到真正圆满是如来。华严经上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也。”十善在行持上讲就是一切，啊，一切善法都从十善里开出来的，啊，大乘菩萨把它开成八万四千一细心，啊，是去恶就善。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改往修来，啊，过去所造的这个过失，统统把它改正过来，真正的忏悔，儒家所说的不二过，啊，过失只有一次，
没有重犯的，这是真正概括。啊，下面说，舍习非之恶行。啊，过去做错的、想错的、说错的，统统把它舍弃。修今世之善也。啊，今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能跟十善相应。啊，十善的意思，深广无际也，所以不能小看它。啊，它是一切善恶的根本。反过来是十恶。啊，朝闻夕改，这从善如流啊，知过所改。啊，自己过失，自己不容易发现了。啊，别人回报我们听到了，真的要做感恩想，好好的去想想想，他所说的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个说的人是恩人呐、啊，他提醒我了，我没有做这坏事，他说的是冤枉我。也是提醒我，为什么呢？他看错了。啊，有时候他看偏了。啊，这个不能怪他。啊，凡夫看佛菩萨都有过失，看圣人都有过失。啊，这是什么？对佛菩萨圣人认识不够透彻。啊，他做事有密意在里头。啊，有他的真正意思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个表面。啊，那么这个只有他自己知道，菩萨知道，佛知道。这个四句经文是教我们。断恶修善，改邪归正。啊，下面还有一段经文：习心易行，奉持精戒，如贫得宝啊！这两句话。非常难得。我们读到、看到，有没有受到感动？啊，注解里头说得好。我们看注解，本贫民如贫得宝，这是比喻。啊，故知啊，奉持精戒如贫得宝。啊，什么是宝？世间的金银财宝。能解决我们物质的贫乏，物质生活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可是佛的境界
我们真正是看懂了，真正是看明白了依教奉行，我们能够脱离轮回，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是大千世界七宝都不能相比啊！大千世界七宝不能帮你了生死、脱轮回。啊，哪个重要？了生死、出轮回重要啊，往生极乐世界是更重要啊，因为往生极乐世界你得到的是究竟圆满，你在极乐界成佛，成什么样的佛？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那我们知道啊，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成佛不是成别的佛了，是成阿弥陀佛了。我们修的是阿弥陀佛，念的是阿弥陀佛，成就的是阿弥陀佛。啊，在一切诸佛当中，这是第一，不是第二。你说这多可贵啊！尤其奉持本经，那这个戒呢，就是32品到36品所说的，那包括这一品37品，我们就选择这个六品经作为纨绔。啊，天天读它，天天用这个六品经文来反省自己。啊，经上所说的，我有没有做到？啊，故知奉持经戒，如品得宝啊，乃本品之核心。啊，所以念老把这个用作品题，如品得宝。啊，本品的核心，世尊呢，慈心至极之垂示。慈悲到基础啊！啊，贫者得珍宝啊，则诸苦顿息，从此欢乐无忧啊，物质生活解决了。啊，用这个来做比喻，那你得到这部经界，你得欢喜。啊，超过世间的平人的大宝啊，超过了。啊，平人的宝啊，是就这一生呢、啊，来生没办法了，他财宝带不去啊。啊，你遇到这个经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得的是无量寿啊！这什么人能够比得上？啊，展开经卷，看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这才知道
居住的环境是宝地，六道十法界里面的苦全部没有了。六道苦多，四圣法界没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他的忧苦啊。我们这个世间什么三苦八苦啊，四圣法界没有啊，他那个地方的苦就是没有见性啊。一见性呢，他就离开十法界了啊，就往生十宝庄严土去了。啊，那我们这个经上教给我们的方法简单容易，成就比那个法门高太多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是十宝庄严土的菩萨啊，虽然是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可是凡圣同居土的人智慧神通道理跟化身菩萨平等啊，这是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所没有的啊。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净土，道理在此地。我们对于其他修学的修学其他法门的这些大德，我们礼敬称赞啊，为什么呢？他们有能力断烦恼消业障啊，不靠佛力，自力法门啊，他自己行啊。啊，这是我们对他的礼敬赞叹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只有修学净土法门。啊，净土法门待业往生啊，烦恼不必断，业障也不必消，带着烦恼业障啊就能往生，这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啊，下下根都可以做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八万四千法门呢，都是要有很好的根性啊，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啊。我也是听到有一些人责备我，说我偏心啊，只弘扬净土，其他的法门不弘扬啊，这是他们太大意了，对我认识不够啊，我不是中上根性啊，我是下根啊，不是上根人啊。那些法门我也曾经涉及过，不行啊，这些经有的时候度过讲过，我做不到啊，所以我回归净土，我自己很清楚，
这个法门我的根性呢能做得到啊，选择法门是自己这一生成败的关键，我要选错了法门，来生依旧搞轮回，你说多可惜啊！选择这个法门，来生不再搞轮回了。这个法门能不能往生，关键就是放下啊！张家大师告诉我的，看破放下，啊，看破，对于事实真相明白了，了解了，宗门教下，我没有能力成就。老实念佛还行啊，万缘放下，老实念佛可以啊。我们从小贫苦出身的啊，从小就学会了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所以放下比较容易。啊，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仗着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业，啊，接引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真能做得到。啊，其他的法门真正是没有把握。啊，国内海外啊，大根性的人多，我们敬仰，我们不敢学习。啊，所以李老师，我跟他深念，他对我了解很清楚。啊，嘱咐我这一生学印光法师。啊，印光大师是他的老师。啊，他把这个老师介绍给我，老师不在了，老师的书在呀，那文钞在呀。啊，李老师送给我一部文钞。是印光大师文钞正篇续篇，一共四册啊，正续两篇。现在他的东西齐全了，有全集啊，这60年前的时候没有全集啊，只有正续两篇，流通很广啊，老师送给我，要我熟读啊，学印光法师啊。印光法师没有别的长处，就是老实听话真干我们接着看，此乃以宝比喻金戒之妙用啊！金戒就如同啊宝一样啊。再者，贫者积得珍宝，则命根所系啊，自当全力护持，不可更失啊！他会看得很紧。
啊，好好守住，不要让财宝丢掉。是慈亲行人、修行人得受精进，因善自奉持，如何投目？如有缺乏，应速忏悔，誓不更造。啊，这就是如贫得宝的意思。啊，佛用这个劝修学净土的同学。啊，你得到这部经。啊，得到这部经里头的教诲。啊，经中教诲主要的是细说无界实相，把意业的三善融合在无界九界之中。啊，所以无界就是实相，实相就是无界。啊，能够守护啊就行了。那么得到这部经界，善自奉持。奉是依教奉行，善是好好的去学习，持是不能够失去。啊，修净土必须心行跟经上所说的要相应，要如何投目。啊，人遇到危险，手会抱着头。啊，别的地方受伤不怕。啊，头目不能受伤。啊，如有缺乏、缺犯，啊，缺戒、犯戒，应速忏悔，誓不更作。这真正持戒。真正修行啊，习心易行者，习跟通常三点水六心习字是同样的意思，音也相同啊，音意都相同啊，习心习出心垢。啊，也就是我们讲放下。啊，放下妄想，放下杂念。啊，一门深入。如果想别的法门，都是心口。啊，其他的。从放下了，不想了。这是智慧，这是真精进。啊，为什么呢？我一心就想到极乐世界，其他法门好，我喜欢，我到极乐世界再修。极乐世界有的是时间，有好的修学环境，有好的指导老师，这在现前环境里头我们统统找不到。啊，极乐世界的教诲，阿弥陀佛亲自主持。这是一尊
佛中之王。啊，我们不能小看了。啊，亲自接受他的教诲，一直到成佛。极乐世界的教学没有中断的，那个地方的人不需要睡眠。那个地方的人是金刚不坏身，不需要饮食。啊，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再精进，睡眠就中断了，饮食也中断了。啊，不要睡眠，不要饮食，省多少事情啊！啊，身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法性永恒不变。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啊，阿赖耶是波动现象，波动现象就是生灭相，啊，生灭相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没有一样是真的，啊，《金刚经》上佛给我们说真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教给我们，与一切法都无贪念。啊，你可以受用，你不能占有。你不能执着。这就完全对了。甚至于说，你不能起心动念。真正做到不起心动念，这就大彻大悟了，啊，就明心见性了。啊，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这真正菩萨境界。啊，那么到了极乐世界，对于一切万法都不会起心动念，啊，绝对没有占有的念头、控制的念头，绝对没有了。啊，为什么？他没有必要了。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占有？为什么要控制？就是一切法了，不容易得来。啊，西方世界一切法随心所欲，你想它它就现前，你不需要用的时候它就没有了。你说这个多自在啊，它用不着收藏。啊，它是随心所欲，变化而现。啊，跟我们这个世界欲界第六天一样，欲界第六天是他化自在天。啊，这个里面人的受用，动个念头，第五天化落天呢，他就送供养了。
啊，不要不要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物质上所有一切受用，就像第六天。啊，谁供养的呢？本师阿弥陀佛供养的。这不可思议。啊，凡身同居土，方便有余土，真正对弥陀感恩呐、阿弥陀佛对我们照顾无微不至啊！啊，一直到我们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就是自己正得发生，不是阿弥陀佛加持了，没有正得之前阿弥陀佛加持啊，所以借作阿弥陀之菩萨加持啊，到自己正得的时候就不是佛加持了。这个都是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唯独极乐世界有。啊，一行亦是变异，啊，改变为。止恶向善，去邪从正，回小向大，舍为存真等等，这叫一心啊，改变了啊。我们今天说断恶修善，改邪归正啊，回小向大。这一句重要，像什么？小乘、小心量啊，要把它转回来。中国古人常说"量大福大"，啊，量不能不大，不大没有福报，也没智慧。啊，心量大了，福报大，智慧大。啊，为什么？是你的自信嘛。自信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叫真大。啊，所以总的。要快一些，早一些回想想到啊，念念起心动念，都想着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这是训练的，让我们心量放大了啊，决定不要去想自己啊。起心动念想自己很难往生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佛不会接引他到极乐世界你要问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有嫉妒心有竞争的心啊，
他会把极乐世界的秩序破坏了。啊，这是不好的影响，就好比他带着有严重的病毒。啊，你要移民到那里去，人家把关很重，不让你进去。就这个道理。啊，到极乐世界一定身心健康。万缘放下，身心就健康。啊，万缘放下，心量自然是大的。啊，不是小心量。为什么呢？他回归发心。啊，舍为存真，说法界是假的。一真法界是真的。啊，一真法界就是十宝庄严土。到那个地方所证得的是报身。观无量寿经上说阿弥陀佛的报身，无比的庄严高大了。那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啊，信德之所成就，它不是修来的。如是则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为自得感应，佛力名家，凡所愿求啊，皆得圆满。这是你在极乐世界啊，你想要什么它都现前，不要的时候就不见了。啊，所以用不着书架了，书架没用啊。啊，不用的时候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要用的时候全在面前。我们真正想通了，想明白了，这是我们想要的地方，哪有时间这么麻烦。啊，这个时间很容易去，为什么不去？啊，还不想去，还半信半疑，对于极乐世界，听说了是不错，还有疑惑。啊，只要你没有真干，你就有疑情在里头。疑怎么断呢？读经。啊，让世尊一遍一遍给你介绍。啊，古人所谓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真的，无量寿经读一千遍，你就会见到阿弥陀佛。你就会见到极乐世界，你相信啊，没有疑惑的时候，境界就现前；有疑，境界被疑障住了。啊，你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舍不得放下。啊，
这都是你不见佛、不见极乐世界的原因。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这一段是非常精彩的一段。佛化殊胜善力啊，善是美好，利是利益。佛所行处，过意求举，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兴仁，勿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啊，念老师这一段文表佛慈德无量，啊，我读这段文，我说这是佛化太平盛世啊，中国古人讲的大同之治啊，《礼记》里头有《礼运大同章》，我们这个书上也有啊，这一章啊，比《礼运大同章》讲的还好啊，所以我说了，我上一次在马来西亚啊，跟这些校长老师好像有三四百个人，我跟他们讲教学为先，讲了十个教学为先啊，最后诸佛刹土教学为先，极乐世界教学为先，这极乐世界教学为先啊，极乐世界为什么会那么好？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没中断啊，就这么成就的啊。如果把教学去掉了，极乐世界也会天下大乱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教学事出事法，大根大本呢，一定要认识清楚啊。佛所行处，念老也解释讲得很好，知佛所行旅之处，啊，佛兼指后世佛法流行之处，我讲的更简单更直接了当，是佛陀教育盛行之处，这叫佛所行处啊，佛陀的教育普遍推行的住宿啊，大的是国家，这一国啊，小的呢是一个县，是一个乡啊，是一个城市啊，这是宜啊。秋有两个意思，会俗里面讲山丘
第二个说法呢，周礼，周礼讲啊，四叶为秋，是在秋啊，也是踽踽之处，踽者踽落就是晨露。望西寺说得很好，小香为踽，过意秋居，这就是讲佛所行之处，应该佛的教化，流行之处所，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乡镇，一个村庄。有人在那里教学，无不蒙受佛之教化了，故云弥不蒙化了。所以佛法是教育，你看佛之教化，教是教学，化是教学的成果。中国古人说，读书志在变化气质。那学佛呢？学佛目的是转凡成圣，这就是化了。化凡成圣了，这也有初级、中级、高级。初级的化恶为善。能够帮助现在的社会恢复安定和平。佛陀的这个教化能化恶为善，再提升呢，能化迷为悟。这小乘再提升呢，化凡为圣，这大乘所以佛的教学的效用有这个三等呐。化恶为善呢，对人天讲的。化迷为悟对二乘讲的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化凡为圣，那就成佛，对大乘根性人说的所以佛教是教育。如果大家遇到这个缘分，让你讲讲佛法，把佛法介绍给大家，这一段经文非常好。说明佛教是教育。那佛教是不是宗教呢？那这个宗教要用中国宗教定义来说，佛教是宗教。中国的宗是什么意思？我们去查查字典。宗有很多意思，
但是有三个重点的，三个最重要的意思。啊，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呢，重要的。第三个是遵从的。这三个意思好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啊，那宗教连起来，它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那这个佛教呢，完全是宗教。啊，不是外国一般讲的宗教。啊，用中国这两个字，佛教是名副其实的宗教。啊，那告诉你，是人类主要的教育。这多重要啊。啊，极乐世界是全世界推行的。所以那个世界那么美好啊。阿弥陀佛亲自主持。啊，天天在讲经在教学。啊，我们这里讲经教学用现在科学技术。啊，卫星电视网络卫星。啊，作为远程教育。极乐世界不需要这些工具。极乐世界很大，无论你在哪个地方，你就看到佛在你面前教你。这可不可思议，不需要这些工具，佛就在面前。啊，转过弯掉过头，哎，还是看到佛在面前。佛没有离开。极乐世界是宇宙之间科学第一最高的，没有哪个地方科学能跟极乐世界相比。啊，那我们知道，阿弥陀佛是大科学家，是大哲学家。啊，这样一个好老师天天在授课，直接来教我们，这能不去吗？啊，而且到极乐世界第一个好处就是你得无量寿啊，永远没有生死了。啊，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了。啊，再不干这些傻事情了。啊，这些全是真实不虚。啊，如果你要怀疑，你善根种下去了。这一生不能往生，为什么？有疑，障碍你往生，来生后世你又会碰到，生生世世都会遇到，为什么？你与净土有缘啊，到哪一生哪一世，哎，不怀疑了，你就往生了。于是我们知道啊，我们大家过去生生世世啊，都听到这个法门呐、啊，都学习这个法门呐、啊，为什么没去呢？还是有疑惑，所以没去成。这一生呢，又碰到了。这一生能不能去呢？
看这一生，你是不是把疑情全断了？全断了，你决定我生；还是有疑惑了，那好吧，下一次再来吧。啊，这个权在自己手上，不在别人。啊，阿弥陀佛的感应，就像海潮音一样，决定不实心。我们这边真正没有疑惑，具足这个条件，我们一念佛就来了。啊，你就看到他就能往生。啊，香港人应该都还记得。河东的老太太往生，河东就死了。啊，何时黎将军的母亲，啊，他开往生大会，这人念佛的功夫不错啊，全家是基督徒。他们都是留学英国的，全家基督徒，就是老太太一个人念佛。啊，往生前，他邀集佛友，大佛集。佛集打完了，他告诉这个佛友，大家多住一天，明天送我往生。每个人都带了，说人好好的，一点病也没有啊。啊，笑嘻嘻的，说话好像是真的，不是假话。大家好吧，就待一天吧。嗯，到第二天计划当中，啊，请大家助念，帮他助念，送他往生，让他的家人，啊，儿子媳妇，全家人都念佛送他往生。啊，把床铺抬在大厅上，他坐着往生的，盘腿坐着，跟大家一起念佛，念不到一刻钟，真走了，一点病都没有。这儿子媳妇像看到了，全家学佛了，全家都念佛了，这个高明。做出来给你看看，你信不信？啊，你基督教没这个本事，你学佛的人真有这个本事啊！所以报纸杂志上都报道啊，对香港佛教界是个很大的震撼啊。这念佛往生不是假的，大家看到的啊，他招待新闻记者，啊，给他报道。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全世界接受阿弥陀佛教化，所以这个世界那么好。啊，如果我们在这个是地球上一个国家，啊，或者是一个城市、一个村镇，乃至于一个小村，啊，真正接受佛的教化，不一样啊。这桩事情要做出来，不做出来。现在人普遍怀疑，不相信嘛。啊，所以我这几年有机会也到海外去访问，我到处劝他劝人。
啊，去年跟今年是今年访问教宗啊，两次访问教宗，我都给他建议啊，特别是这一次，最近这一次啊，我劝他用梵蒂冈这个小镇做实验啊，梵蒂冈实在太小了，人也太少了啊，罗马城不大，这是个古城，完全是以观光旅游收入啊为它的经济来源。好啊，啊，今天中国国家政策以文化带动旅游，以旅游带动经济，我相信全世界都欢喜啊，就把罗马城变成全世界天主教的示范点啊，把天主教的教义精神完全融合在生活当中啊，到罗马的时候就看到天主教的天堂啊，天上的天堂在地球上做个模型，哎，来看看这个方法好啊啊，基督教也做一个，每个宗教都做一个啊，所以我到泰国去访问没有别的目的，希望跟太皇见面，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他啊，我预先写了一封信给太皇啊，因为什么呢，怕到时候啊有差别的英明不能见面，果然我到那边去的时候太皇生病住院去了啊，那么再过几天泰国有个亲王要来访问我，这个亲王是皇后的弟弟啊，我就希望把这个事情促成啊，泰国是世界上唯一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啊，可以选一个小城市把佛教的精神啊，佛教的文化落实在这个小城，这个小城就是佛国啊，这一段经文呢做出来啊，佛教的大同世界啊，人家全世界人什么是佛教，你到这个佛教圣城去看看啊，我都叫宗教圣城，佛教圣城，天主教圣城，基督教圣城啊，每个宗教做一个圣城啊，把宗教的精神宗教的教学完全融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天主教把圣母的爱做出来，基督教把耶稣的爱做出来啊，神爱世人啊，伊斯兰教把真主的慈悲做出来宗教能够复兴，能够带动全世界回归到安定和平啊，不做出来怎么说都是半信半疑
总有疑问在里头。啊，真正做出来了，大家就没话说了。啊，中国传统文化好，只有英国汤恩比博士知道，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相信。都有严重的疑惑啊！我们在汤池小镇做了实验，做成功了啊！大家相信了啊！虽然时间很短啊，3年中心被撤销了啊，可是影响很可观。啊，我们希望国家做一个，啊，做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示范点。啊，让全世界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啊，在这个小城，这个小点，你就能看出来。啊，这个符合国家的政策，传统文化带动旅游，旅游带动经济。啊，可以做实验的。啊，教育也要做一个实验。啊，我们在马来西亚推动啊汉语啊，主要的这些人是马来西亚的华侨的学校啊，马来西亚华校小学有1000多个，中学有61个。我希望这些学校的老师校长他们终身从事教育工作，对于教育是内行的啊，汉学院里头没有老师，为什么呢？今天找不到汉学家，那在全世界找不到汉学的老师，必须要靠自修。啊，典籍都在，啊，工具都有，只是要下功夫。啊，如果能有200个老师，他们发现，作为汉学院的研究员。每一个人专攻一部经，我相信每一个人专攻部3年的时间就有很好的成就啊，就能把自己提升到啊跟大学教授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就能教学继续不断，能够下10年的功夫，他就是世界上顶尖的汉学家啊，不要搞多一门啊，那200个人就有200部典籍，太可观了。全书只要只有65种啊，65部书里的选出来的啊，我们精挑细选再补充一些啊，到200个。这些人啊，10年之后，国家能够好好的利用他们，啊，办一个空中汉学院，啊，就是建一个卫星电视台。这些200个老师，
不断在这里讲课，传播到全世界，救全世界的人。啊，中国的汉学教化全球众生啊。啊，我对这些老师校长啊寄予很大的期望啊，上一次跟他们见面。啊，我们有300多人。啊，他们也很受感动。希望大家来努力。啊，这些研究员可以在学校工作兼课，也可以住在汉学院。啊，汉学院里面有宿舍。啊，用研究员这个方式。啊，3年之后成果就卓越了。啊，到那个时候如果办大学可以。有老师啊。啊，儒释道。啊，通通都学。啊，儒跟道的典籍都收在四库全书里头，啊，佛的典籍是单独列出来，就是乾隆大藏经。啊，乾隆皇帝是个虔诚佛教徒，对佛教特别尊重，啊，将佛教的经典呢另外编一套，没有编进四库全书。啊，道教的是。经典在四库里头，啊，中国传统文化了，不外乎儒释道三家了，啊，所以我们要承认佛教是教化，我们也要承认全世界每个宗教都是教化。那不相信你就想想，每一个宗教最初创教的创始人都是讲经教学啊，摩西讲了20-30年，耶稣讲了3年被人害死啊，穆罕默德讲了27年，释迦牟尼佛讲的长久，讲了49年，啊，那么那些经典都是这些圣人讲解的，啊，记录下来，流传后世。所以最初通通都是讲经教学，而且都是义务的，都是没有收学费的。啊，我们要认识清楚，所以我们想着所有宗教回归教育，啊，回归教学，我们手连手来帮助这个世界教化众生，啊，一切都是教学为先呐。古云弥补蒙化了，啊，都是蒙佛陀的教化，既受佛化了，则必感将吉祥。啊，佛以正道教化众生，啊，感应呢，当然是吉祥。啊，故得天下和顺。啊，这个和谐，和就是今天讲的和谐。啊，顺是顺于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的法则。
中国人称它为道。啊，依照这个道去行，这称之为德。啊，自然就与道德相应了。啊，这天下和顺呐、啊，乃至各得其所。男女老少，贤愚不肖啊，各得其所啊。这就是大同之治。啊，天下和顺者，世界和平，万邦和睦啊！这一定是感应。啊，这两句，世界和平，万邦和睦。是现在人心目当中所向往的。能做得到吗？有不少人问我，我常常说的，能把四桩事情做好了，就做到。哪四桩？第一个，国家跟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政党与政党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三个是族群与族群。第四个是宗教与宗教。这四桩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世界和平，万邦和睦，就做到了。啊，有人听到，不敢相信。认为什么？这是做不到的。极乐世界做到了，诸佛世界做到了，每个宗教天堂做到了，我们为什么没做不到？我们把教育丢掉了，用教育这个手段就可以做到。从哪里做呢？一定从宗教做起，从宗教教育。中国人讲的宗教，宗教是众生，一切众生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它可以帮助这个世界走向和谐啊，走向万邦和睦，啊，不是做不到啊，这不是假的。啊，特别是我们宗教，啊，信仰宗教的人士，多多从这个题目上啊，去思维。借尽我们自己的一点力量，啊，我们团结起来，替这个世界创造永久和平，这个功德就大了。啊，今天世界的混乱，地球的灾变，啊，宗教要不联合起来，慈悲何在？啊，义不容容辞啊！我们要把教育做起来，啊，就是教学为先，
每个宗教都要回归到教育。啊，我一生做了个榜样。啊，每一天教学跟大家在一起分享啊。啊，每一个宗教都有很多宗教师天天在讲经教学，天下太平了，没事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